國際大棋局努力嘅就係當然就係而家開始錄聽日嘅，即係星期日嘅，因為聽朝早一早飛機，咁變咗我做唔到。如果搞得嚟嘅，埋到酒店嘅話，咁可能四五點，咁我亦都未必做得到趕得切俾阿 Jackie。所以而家今日晏晝四點，今日努力啲，係啊，努力啲。我呢世人冇咩嘢得，第一我自己本身唔要面，即係我可以放低我自己嘅面子，因為點解呢？面子唔值錢。同人哋交往最緊要就係攞個心，而且極希望就係話，如果自己做到嘅話，我哋盡量做，唔希望應承咗嘅嘢做唔到。當然有陣時不可抗力嘅原因另計，喺呢度要同大家講聲，咁誒，希望司徒文俊早啲翻嚟接軌。係啊，今日我自己嘅節目都。做到今日可以七条，我平时嚟讲我要围住十二条，但今日我都可能做唔到。咁又做多咗个直播，咁希望听日努力啲啦。咁变咗，如果听日好有可能，我听晚八九点星期日翻到酒店喺个龙波嘅时候，我喺嗰度一口气做晒听日嘅功课，跟住星期一归星期一啦。亦都希望听晚可以做得到。做埋後日嘅國際大棋局，或者再後日嘅國際大棋局，希望好似上次咁啦，四點半起身做節目。講國際大棋局，咁我哋講啲國際嘢啦。哇！大肥，你又呃咗幾分鐘，係啊，冇辦法。其實我自己鍾意咁樣嘅，即係做節目，尤其做一啲長啲嘅節目呢，我想即係同大家傾下偈啊，即係講一講我身邊發生嘅事啊，咁好似尋日咁，咪即係今朝早啦，不停咁同人哋道歉，咁永遠都好啦。希望將真實嘅自己話俾大家聽啦，因為其實我做呢行咧都好多嘅攻擊，下一節可能講呢啲事嚟到呢一度。講緊中國同埋美國，其實兩大陣營其實已經喺印太地區佢哋嘅戰略部署差唔多完成。首先，我哋講美國先，美國係已經有咗實戰嘅準備，佢用沙盤推演將整個個局勢出嚟，佢哋全部都以一個叫做戰敗者嘅角色，即係如果打呢一場戰爭。佢將所有嘅因素擺咗出嚟，然後佢哋不停喺度修補。而家最新嘅，即係話佢哋已經完成曬。如果你話打核彈嘅，就另計。佢面對中國，佢哋已經全面咁樣將過去忽視嘅地方，每一粒、每一粒、每一粒、每一粒嘅缺口都補齊曬。先講印度。印度的邊境，美國已經直接參與訓練日本唔係印度的軍人，甚至在上高，即係話最全世界最高的屋脊上高已經有啲飛行訓練。拜登、布林肯加上日本已經幾次的訪問，希望一個不結盟的國家全面咁樣走向西方。佢哋成功的無論是用利誘、虛榮，甚至鹹頭。軍事力量、錢，全面咁樣將印度鞏固起嚟，好似印度嘅訪美阿莫迪，結果大量嘅印度人夾道歡呼，喺澳洲一個峰會上高，阿爾巴尼斯直接咁樣話印度就係明，就係世界嘅未來，喺嗰度亦都大量嘅印度人歡呼，將印度捧到最高而。四方會談，當然不同的組織、不同的組合，實際上真正的組合是兩個，美日。只要美國參加的，日本必定在這裡。那美日同盟，那澳洲、日本、美國都可以在印度互換軍港，就是說我的飛機、我的戰艦都可以在你那裡停泊。
印度已經選了邊站，雖然號稱不結盟，但實際上沒有。面對的當然是俄羅斯和中共，但當俄羅斯勢弱的時候，這樣只得回中共。在這裡略要提防的就是巴基斯坦，但巴基斯坦的實力基本上同印度有一段好大的距離，佢後面嘅就係俄羅斯加中共支持，但係俄羅斯已經頂唔住。好啦，呢個第一。第二個，韓國，韓國從來都係依靠中國嘅，結果韓國尹石月一改韓國嘅作風，180度咁樣轉變，甚至連西仇日本都已經講和。令到美日之間加埋韓國三國已經變成咗鐵三角，而更重要嘅尹石月已經講到明，而最新尋日已經自己研發嘅一個高空衛星，甚至係一啲導彈都已經擺咗出嚟。面對嘅當然就係北朝鮮同埋中共。呢啲係佢哋嘅頭號威脅，咁有美國人同埋日本人嘅互相支持底下，你見到韓國腰板企直咗，亦都喺呢度唔單止有薩德系統係可以將北韓，亦都可以將中共大部分嘅軍事基地納入偵察當中。喺呢度仲有一部核潛艇，承載住240架彈頭擺喺度，應對朝鮮，應對未來中共這一場硬仗。當然在附近的就有菲律賓，菲律賓杜特爾特親中的形象大家都知道，但是結果小馬可斯出來號稱的第51州的美國人小馬可斯一出來之後，跟著他全面站隊，迎來了大量的投資，美日同盟給錢，跟住明明是得5個的所謂的叫做美軍基地，現在增加到9個，這9個直接是面對的就是台灣，15分鐘就可以在呂宋島直接飛到台灣上空，跟住當然也都進入了南海，4個的軍事基地，呢啲咁嘅空軍基地已經為美國所用，可以直接喺南海同埋台海可以發動支援同埋攻擊，好重要。跟住你見到泰國變天，因為巴育呢個軍政府已經承認失敗，唔會阻止皮塔咁樣組織人民政府，而佢更加係嘅一上嚟。未上嚟，佢都已經講到明，佢哋嘅外交策略就係親美抗中。事實上，就以簽證為例，已經由1個月嘅免簽縮到對中國係15日，甚至係要有旅行團簽證、落地簽證，咁你就可以諗一諗啦。咁嘅方面，你就知道泰國由親中開始慢慢轉向，因為大家要明白真正投資在泰國身上的是美國、日本和台灣。這個選邊站很驚人。當然澳洲已經承諾了就是買5隻的核動力潛艇，1隻的就是英國製造，所謂的英國製造直接在澳洲製造，英美是將自己嘅核技術，即係話核動力潛艇嘅技術，直接授予澳洲。咁當然紐西蘭只不過係其中一部分。跟住就南太平洋島國，當斐濟、湯加，最新嘅就係巴布亞新畿內亞，巴布新畿內亞直接簽署咗一啲軍事協議，就係佢喺印度洋喺太平洋上高。啱啱好是一個中心點，戰略意義非凡，美軍是有權在這裡展開他們的裝備、他們的軍備，甚至佔用他們的空港和碼頭，確保維持著整個南太平洋島國，亦都面向的就是所羅門群島。所羅門群島
喺嚟緊，連埋聯同十三個南太平洋島國會展開嘅就係第二次嘅美國峰會。我相信到時南太平洋島國佢本身係親中嘅，喺呢段時間佢都會有所改變，因為十三對一。而最重要，真正俾得起錢就是美國和日本所謂的重返亞洲。當然新近的小弟就是越南，越南取消了和中共的一帶一路協議，高鐵玩完，跟住在簽證上高已經限制中國。不單止是這樣，近期幾次的軍事衝突你亦都睇到照版主碗，睇到嘅就係菲律賓。菲律賓有美國保護喺南海上高，已經幾次兩次啊，同中共咁樣對著幹。而近期越南亦都係，越南當你取消一帶一路嘅話，咁就即係同中共正式反面。呢、這個亦都嚟。咁仲有嘅當然就係馬來西亞之前嘅新任首相，我哋嘅安華，佢訪華嘅時候，跟住翻到馬來西亞，俾全個馬來西亞嘅政壇係咁質疑佢係咪投共，結果佢發咗聲明，雖然唔係話同中國真係對著幹或者對立面，但係呢個表態已經話咗俾所有人聽，佢選咗邊。咁整個印太當然仲有另外一個比較舉足輕重嘅經濟國家，嗰、那個叫做新加坡。新加坡係一個不結盟嘅國家，佢成日都希望喺中美之間作出選擇，但係越來越多中國嘅家族辦公室搬過去，令到佢哋嘅經濟成為咗世界嘅火車頭。雖然早輪同中國一個所謂嘅軍事嘅演習，但係更多嘅係咩啊？更多當然就係同美國嘅依靠，而最重要嘅就係美國嘅資金不停咁樣湧入。而真真正正嘅大佬係邊個？日本。日本無論是沖繩、東京灣，大量的美軍基地裝備，而直接美軍駐軍在日本超過22,000人。排第一的當然就是陸軍，陸軍就在韓國有35,000人。日本以 F-35B、35A 這些戰鬥機已經除了美國之外，佢就係最多噶啦，已經超過咗200架。唔好話自己嘅戰艦，當修改憲法嘅時候，佢走出去喺呢度有一個細新聞，而呢個細新聞先最重要係乜嘢？因為以前嘅和平憲法就是一條捆龍索，將日本綁住咗，但係到今時今日，已經解開了，解開了你說你自主研發是一段很長的時間，結果美日同盟簽署了一份協議，就是美國的軍艦、美國的飛機是在日本維修，而新的戰艦在印太地區的是在日本港口製造。美國是手把手咁樣教你點樣做，而當你有維修嘅經驗，你有維修嘅你一定有張草圖，佢係完全了解到美國嘅軍事秘密，至關重要。即係美日同盟已經唔係兄弟之邦，唔係附庸之邦，係兄弟之邦，係完全可以信賴嘅國家。所以你見到你無論係世界上任何協議嘅，你就拍拖更美國同日本從不劃缺，有美國嘅地方就有日本，
除了北美联盟啦，这个签订就即是说美国是开放军事技术给日本，这样就会加快日本的军工企业全面这样提升，不是卖武器，是直接这样将军工企业搬过来，而是共同研发的未来。当然还有的台湾，台湾已经坚如铁桶，成为了全球 F-16V 的维修中心，即是说美国在这里已经是手把手这样教你 F-16V， 200个所谓的空军陆战队和陆军这些的教官已经进入了台湾，教授台湾的军人应对中共，刚刚好托肩式这些刺针飞弹又成功这样运抵台湾，到现在连埋无偿的，即是送给你的有偿的，已经超过了200多亿的美金。台湾已经形成了军火库，每一个国家尤其针对中国的，他们都会有什么爱国者导弹，这个才是最为惊人。当全面部署了两个航空武舰的打击群，好像尼米兹号这些福特号都在这里，再加上还有的英国伊丽莎白的皇后号，不是女王号，也都进驻，即是说五眼联盟你都要如我一个的，咁加拿大呢啲就比较松动啲。全面咁样将整个中国包围在内。而更重要嘅当然就係太空。打网络打信息。你唔好话俾我听星链计划，即係马斯克佢本身呢啲系废。佢哋必然会成为咗军事武器，喺乌克兰上高，我哋已经全面咁样睇得到，睇得到佢嘅威力，可以断网，佢可以追踪，甚至实时咁样将你所有嘅军事调动喺佢度，佢可以即时咁样封禁你呢个地区嘅网络，等你冇办法联络。但系当你一联络唔到，上唔到网，但你一打电话，一有消息，咁样导弹就会降临。而家喺天空上高已经超过咗6000枚呢啲卫星，呢个先至系真正嘅杀手锏。而马斯克亦都讲咗，佢会将佢嘅重兵，即系话佢哋呢啲星链会摆喺台湾。台湾会成为中共同埋美国嘅一个火药库，即係话如果爆发印太地区战争，一定係牵连喺台湾身上。呢种咁嘅部署令到中国极不舒服。中国号称嘅话有最大嘅海洋舰队，海军的战舰是有300多艘，有3艘的航空母舰是应对美国的。但人家一个航空母舰的打击群，中国到今时今日都没办法挑战到。如果你心系家国，可能你的看法跟我不同。第二是卫星封锁，其实这几年你见到中国所谓的天宫，或者一个叫做北斗的所谓自驾的系统，卫星系统已经完成了。即是说不需靠美国人，而中国也都积极发展的航天科技，试图跟美国打太空战。但是到今时今日，连落地的太空人进落去月球都未得。个差距已经摆咗出嚟，咁中国有乜嘢可恥？人哋唔同你打陆军，咁即係话打空战，歼20
每每離開中國執行任務是非的時候，無論是台灣、韓國、日本、澳洲，都曾經包括印度在內，能夠他們用雷達是探測到，即是說你的隱形技術這種的圖層是不是真的可以跟 F-35 相比呢？而更重要的就是中國的防空導彈，人家有愛國者一二三型，台灣更加有天宮一二三型，而我們中國的紅旗十七基本上就是抄襲俄羅斯的 S-300 與 S-400 之間，但是你見到敘利亞、伊朗甚至俄羅斯攻打烏克蘭， S-400 面對美國的導彈或者以色列的導彈，甚至是無人機，更多的就是愛國者完全都不是那回事，基本上人家入到來是如入無人之境。那你就要想想防禦這方面，到今時今日跟西方國家尤其美國主導的還有一大段距離，烏克蘭就是一個很好的示範單位。當然中國還有一個大殺器，它的大殺器是什麼來的？它的大殺器當然就是所謂的超高音速導彈，其實現在美國都還未有的這樣的超高音速導彈，是俄羅斯的大殺器，跟住就到什麼？到北韓、到美、到中共，他們都說能夠自主研發成功，是沒有辦法防禦到的。但是在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，你就見到愛國者導彈全數擊落，而更多的，喂，你說中共不同，中共跟俄羅斯，我們中共勁很多，但實際上最新由俄羅斯公布，就是他們的超高音速導彈曾經被人竊取，有三個專家已經被判叛國罪，而偷竊那個國家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。当俄罗斯佢嘅超音高速导弹都唔得嘅话，咁样中共嘅超高音速导弹得唔得呢？逃唔逃得个爱国者三型呢？如果系咁嘅，即系你个3.5马赫每小时，或者6马赫或者8马赫都形同虚设，咁样。在这个南海的战争、印太战争，大家互相部署来到这里，这场仗会不会打？节目做到这里，希望大家支持国际大棋局，希望大家 like、追踪、share、订阅科金看广告，可以的支持司徒文俊的 Patreon， 也都可以真金白银兜口兜面搵啲请钱掟佢嘅，咁我相信佢唔介意。网台经营不易，是需要大家的支持，在这里多谢大家，跟大家说声拜拜。我先今天来到这个火之神，阿朗哥特地为我煮了一味的，是不是叫台長的這個牛扒呢？台長西亞牛扒。我要介紹一下這個即菜式有什麼特別之處。第一樣東西，單手可以吃的，單手都可以吃這個這麼滑的牛柳，西亞牛扒。為什麼？跟著有得來虎蝦，還有這味蛋呢是牛奶啊，非常非常之滑，冇完全冇澱粉質嘅。咁咧就除咗呢個之外咧，仲有面豉湯啦。咁呢味菜咧真係需要非常非常之美味啊！咁咧大家嚟啦，跟住落嚟啊，一定要點呢味台長西冷牛扒啊！多謝大家支持廣哥同埋支持梁錦祥風味室同埋佢嘅節目，多謝大家。
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啊！